教授超明，有你们的牵引，使我得以入门窥唐奥。感谢常在我梦回旋的家乡父们，西港庆安宫香科主持科仪的陈道长荣盛庆安宫副总干事张秋冬先生，总务主任薛中基先生，祭祀组长森泽先生等人的耐心指导。暗宫无印名师和矮的谷陈和顺先生热心地提供大半生收藏的压箱宝，以及堂哥宗雄先生的引荐，令感谢内地宗哲先生对于填调问卷收集的大协助。你们的提携是我前最大的动。感谢陈校长昆木、黄校长水的鼓与包容，及同事们的协助，让我工作与学业的以兼顾。